彤的儿子孙安佐，先前被爆出和稳定交往中直播主分手的消息。女方在社群上透露，任何一切都不用再教育，不想在感情里当个妈，想被照顾，似乎间接证实了分手传言。然而孙安佐也在十日首度对外发声，他在社群上用黑底白字文写下，在感情中我的确不是很成熟，但这是两人之间的事，所以我之后也不会谈论此事，希望大家能理解，直接认了已分手4年女友。其实早在孙安佐对外发声时，妈妈的英就曾回应表示，小孩的事我不清楚，但抱持着祝福的心情才添叫女方媳妇，现在却已变成无缘的婆婆啊。Bye.